本季大联盟的首波台湾日活动呢，今天在洛杉矶天使队登场，而乐天桃园队团领队呢，福伟清，还有乐天女孩的副队长菲菲、Yuri， 还有尹乐、若彤、林香，还有团长壮壮呢，今天在天使队主场带来了精彩的赛前表演。乐天女孩还与在现场火红的球星大谷翔平合影。乐天女孩一来到安纳汉球场，马上点燃上千名华侨的热情，也与天使队的啦啦队相欢，在球场合照，一起为天使队台湾日加油。而大谷翔平今天也挥出本季第12发全垒打，现场气氛热烈。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惠人气超级旺，日前她在球场上大跳网络性感神曲，音乐一下立刻变了一个人，超级放电，让现场的球迷们纷纷都嗨翻了。李多惠20日登台应援，趁着比赛更换投手时，现场 DJ 播放了网络性感神曲。李多惠一听到音乐，眼神立刻变了，重现了在韩国爆红的性感多惠摇。多惠摇，李多惠对着观众席扭腰摆臀，性感又带点可爱，眼神狂放电，超火辣的模样，粉丝们看了都说快承受不住啦。观众席的尖叫声从来没有停过，而这也是李多惠第一次在台湾跳起招牌的多惠摇，让现场粉丝大饱眼福。HBO 影集《The Idol》22日呢，在坎城影展全球首映，其中呢还有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也有出演。不过没有想到呢，播放两集之后呢，却迎来雪崩式的负面评价，甚至呢有知名影评人不留情面的批评没有价值。The Idol 剧组演员一行人22日登上坎城影展首映典礼，首度进军好莱坞的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也一起登上了红毯，现场可说是星光熠熠。尽管首映结束后，观众报以5分钟的掌声喝彩，然而大多数的权威影评人却丝毫不买账。在该剧呢，在影评网站综合评分居然只有27分，许多评论点出 The Idol 过路依赖争议性的内容，进而忽略故事的发展、角色的塑造，批评该集在追求煽情和冲击效果时，失去了真正的深度和内涵。其中最多人提到的就是批评该剧充斥着大量的性内容，且多数评论一致认为这并未提高剧集的质量。The Playlist 影评人批评该剧粗俗下流，认为作品没有价值。而滚石杂志的大卫·费尔也毫不留情地评论写道 ：“The Idol 令人恶心、残暴，比你预期的还要糟糕很多。那么 Jennie 她参与演出的这个美剧《The Idol》呢，她呢被批评是不堪入目的家常 A 片，那负评连连。不过呢，制作人山姆·李文森呢，他却非常的豁然，他是说啊，就连耶稣都没有办法让人人都喜欢了，所以呢，他觉得一点都不在意。The Idol 日前在坎城影展仅公开前两集，但是评价超低，更有人称是酷刑色情片，仅有情色镜头但没有内涵，看了很痛苦。也传出剧中有女性用冰块放在私处自慰，以及有数不清的大尺度性爱镜头。而制作人山姆·李文森，他曾经参与 HBO 热门影集《高校18禁》，该剧同样围绕在青少年药物成瘾和性爱议题，当时成功让赞达亚拿下艾美奖。事后面对这次负评连连，山姆则豁然地表示，没关系，就连耶稣也无法让所有人喜欢，总会有人讨厌他的。接着带您看到的是美国非裔传奇歌手，也就是摇滚女王蒂娜·透纳，她有很多经典歌曲，像是呢《与爱荷官》还有《骄傲玛丽》，都是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不过在24日有消息传出呢，她已经离开了人世，享受83岁。美国非裔传奇女歌手、摇滚女王蒂娜·透纳辞世，享受83岁。蒂娜·透纳近年受到健康问题所苦，包括癌症、一次中风以及肾脏衰竭。她日前于瑞士的家中安享辞世。蒂娜·透纳在1960年代与丈夫艾克组成团体出道。1978年因为长期遭到丈夫家暴，蒂娜与艾克离婚，并在事业上拆伙。
单飞的她真的比较红。蒂娜·托纳于1983年发表单曲之后，再次受到瞩目。生涯赢得8座格莱美奖的蒂娜·托纳，2021年以个人歌手的身份入选摇滚名人堂，她更被《滚石》杂志称为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蒂娜·托纳取得个人演艺事业的成功时，也找到恋情的第二春。她与德国音乐执行人贝克于2013年步入礼堂，婚后两人在瑞士生活。蒂娜·托纳也取得瑞士的公民身份。之后发生肾衰竭，贝克也捐出自己的一颗肾脏给她。2021年的纪录片《蒂娜》中，蒂娜·托纳与粉丝告别，如今离开人世，也让许多歌迷相当不舍。接下来呢，让我们看到德国有一名男子，他的身高是172公分，就是画面上左侧的这一位男子。那他多年来呢，其实一直不满意自己的身高啦。那他在这几年呢，决心咬牙接受腿部增高手术。那这个手术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需要打断自己的双腿，并且钉入增高骨钉。那如今呢，他已经成功的增高至183公分。那还在社群媒体分享自己的相关经验。谁说过了青春期就长不高了？这个男人实在是太狠啦！为了长高，不惜打断自己的腿，突破物理限制，只花了半年就暴风增高快11公分。在德国，有名21岁男子，身高172.5公分，长期感到自卑，甚至觉得自己被阉割了，不像个男人，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去年11月飞到土耳其接受增高手术，打断双脚，透过渐进式的肢体延长，让骨头、皮肤、肌肉及神经慢慢增长，借此增加高度。拿出动手术前与朋友的合照，从原本两人视线平视到现在几乎要高出朋友半颗头。与爸爸的合照也从原本娇小的身材到现在可以自信搭着老爸的肩膀开心合照。他也在社群励志写下 Never give up。 尽管恢复期长且生活辛苦，就连走路也有困难，但终于是加入了183 club， 打算再继续进行手术长到190公分。